摘茶去摘两三皮哦，三一路回家吃饭喽。我刚才这样表现，这个也是客家三哥的由来。傻子会做的工作，怎么会落到我们身上？一缸里面都是有生命的，我们让它愉快一点，可以酿造出更好的味道。很多人问我说，你有没有儿子啊？你一定要传承下去。不是，是你这已经失败了，因为他已经脱粉。这个工艺有好坏是，它可以即兴创作。老师不是意外，是即兴。哇，老师你这个是做琉璃，不是受伤的。很多人说这是做琉璃烧烫从烫到，但是不是啊？大哥，你说琉璃珠不一定是圆的，还有各种形状。名字树形不散，日本树茶蓝蓝。日本书，他爸爸生气吗？动生气。